我们来介绍三角函数的积分。三角函数的积分有很多种技巧。那么在此的话呢，我们介绍正弦函数或余弦函数的 n 次方积分的技巧。那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是仅限于 n 是奇数。所谓奇数就是一、三、五、七、十一，以此类推。那么我们以这个题目来说，我们 cosine 的三次方。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？在做题目之前的话呢，我们需要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各位同学交代的，要用到的。第一个，我们的要点是三角函数的恒等式，sin 平方，各位同学一定要知道，sin 平方加 cos 的平方永远是等于一。 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用到的。第二个，我们要知道什么呢？我们要知道，以这个题目而言的话呢 c o s x dx，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写成 d sine x。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是做什么用呢？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的解题技巧。解题的最重要的技巧就是。 我们的这是基次，我们要提供一次给后面合并，怎么说呢？请看，我们这边积分的话呢，三次方我们还可以把它写成二次方跟一次方。好，这样子分开来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要用的是这边。 这个的话呢，可以把它合并起来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 cosine 的平方。我们要一律把它改成一个 sin 的形式。cosine 的平方是一减掉 sin 的平方。好，后面这是什么？后面这是 d sin x。 那么这个题目就会变成一个很简单的题目，各位同学就可以直接写答案了。那如果各位同学觉得不习惯的话呢，让我来复习一下这个题目，同学不能写答案。来，我们把改造一个形式，让各位同学看一下。来，我们看看一个注解。各位同学请看，如果这个题目不会，请问一下这个题目会不会？ 这个题目会吧？这个题目的话呢，以 u 对一、e、来积分，这个地方的话呢是 u 减掉三分之一 u 的三次方加上 c，所以这个题目一样的，我们就直接写了。我们直接写，这边是 u，这是一、e、的话呢，那就是等于 sinx 减掉三分之一，3, 这边就直接积分了，sin 的。 三次方 x 加上 c，那么我们就用了这个技巧解决了像这样的题目。那么至于说，万一这个地方的题目是五次方，那怎么办呢？情况是一样的，这边的话呢就会变成了四次方，然后的话呢这边就会变成了二次方，然后展开来，我们的话呢反复的去做，次方越高，当然题目就会变得越难。